倒是见到小赵了，因为好多年也没看到他了。我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，就是目前咱们的中超里边呢，大约有将近三分之一球员是辽宁出去的。对，而且你当年的一些同龄人有很多到各个队当主力了，挣了大钱，因为有很多队的实力经济实力比辽宁队好。可是你打开始踢到现在，你始终没离开辽宁队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就没离开，就甘于在这这么踢，一直到当教练，为什么？其实从2002年以后，其实我有出国机会，包括2004年，中超元年的足球先生啊，包括我们在2004年能够拿过这个在北京拿个亚俱杯的第二。从我对我个人的感觉来讲，我应该出国深造。但是从我父亲也到看球，球迷让我踢球，看辽宁队的比赛，这个不管是亚俱杯的冠军，老辽宁那种辉煌，其实我一直承载了我爸的一些这些影子和一些影响。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员，就像陈子现在一样，他每次都说我就是让带他看球，让他感受足球的文化，辽宁的文化。但我更希望能够成为一员之后传承冠军，就是因为没拿到冠军，我才觉得不想走。我觉得我有责任为辽足拿个冠军之后再想我自己的事情。